刚开学的时候，博士也可以一颗分三口吃，然后其实我一张开嘴巴可以吃两颗。有在打工吗？早餐店，稍微切蛋饼，我一个蛋饼会切八块，是真的有距离的那种。早餐店的生意都是靠我捧起来的。客人都会指定说，我要那个小姐切的蛋饼。你哪有龅牙？有啊，微龅啊。哪里？不要叫我露出来好不好？然后我现在讲了之后，大家都会盯着我的牙。不要特写我的龅牙哦。啊，我的血压！然后我会去按影片的导赞。你好，哎呦，你认识我吗？那、你也知道。哎呦！想说要不要做效果，说维里安啊？是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没有化妆的维里安。你以为是维里安来的呀、他们那边说，就是那个长得很像维里安的啊。对，刚才有人在问。我们刚刚有碰到一个穿蛇，因为穿鼻环。我想要这个大家接受度最高啊。是吗？有吗？没有啊。穿鼻环一般不是穿在这里？因为大家说像牛啊，所以我才不敢穿。哦。那你觉得你这样也比较好吗？啊，我追求漂亮的嘛。那你除了这里穿，还有哪里穿？我被我妈妈禁打洞两年了，看到我的鼻环，她觉得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好看，禁我两年打洞。我是在疗愈自己啊。那你有被虐待狂了？你要做一些刺激的事，才会觉得有想活着的感觉啊，没有吗？哎呦，好吧，变态变态。但我懂他，就是想要去做一些在身体上面让人家印象深刻，你就觉得你穿鼻子了，我活着。是这样哦？对，是这个感觉吗？其实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40岁的时候变成另外一个烦恼，就是太冲动了，那我不会改。人家说我笑声很吵，我的笑声也很吵。那我们一起笑一声，一二三。有人说我很吵，然后我说谢谢你们建议批评跟指教，但是我不会改，我也改。你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同班的吗？没有。那、怎么会一起？我们高中同学。对啊。其实好的都是高中同学，大学都假友情。他们才认识一个礼拜就可以在那边庆生，我就觉得怎么做到的？这个只是爱玩的，爱货，是不是？那叫假面朋友，可以啊。比较假面。刚开学的时候，博士也可以一颗分三口吃，然后其实我一张开嘴巴可以吃两颗。那你们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？心情不好？也没有啊，看海不用心情不好啊，就只想看海而已。有在打工吗？早餐店，稍微切蛋饼，阿姨都会要求我把蛋饼切到同一个大小。他说大小块又不好看，然后所以我现在超会切的，我一个蛋饼会切八块，是真的有距离的那种。早餐店的生意都是靠我捧起来的。客人都会指定说，我要那个小姐切的蛋饼。有时候我也在想，是不是大雷包啊？大雷包是什么？他很会切蛋饼，可是你跟他说什么是雷包？就是一个箱子里面装黏物，就是大雷包。对不起。什么莲雾？莲雾饼，大家看到我都会说：“不要再吃。”你这个莲雾是还没成熟的莲雾。你的鼻子是漂亮的、啊，谢谢你的支持。因为我也是莲雾。我妈有问我要不要去表演方面的，但我觉得我没办法，因为如果我一上去荧幕之后，大家要叫你先去整你的龅牙好不好？你哪有龅牙？有啊，我微龅啊。哪里？不要叫我露出来好不好？没办法、然后我现在讲了之后，大家都会盯着我的牙。不要特写我的龅牙哦。啊，我的血压！那我会去按影片的导赞。如果我真的有这个女儿在身边的话，我一定会开心，生活绝对不会无聊，不会寂寞，真的也蛮适合走演艺圈的。妈妈说我是艺术家特质。演艺圈也是艺术家啊，画画的。我是画画。啊，画虎烂吗？画虎烂。画虎画烂。遇到跟我们笑声频率那么像的，希望观众也会喜欢。